主料，南瓜1000克，辅料，菜油，白糖，玉米淀粉，糯米粉，白芝麻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捣南瓜去皮，切成薄片，水开后南瓜片放蒸格上蒸5分钟左右，中拿冷却，南瓜5-6成软最好，多撒些白糖，用手挤烂，挤得差不多时加入玉米淀粉拌均，拌均后再加上适量的糯米粉，和成面团不能太干了，不太粘手就行，放置冰箱一小时再拿出来，搓成圆，沾上适量湿芝麻，两面都沾了芝麻的，压扁就可以下锅了。小火炸至饼的表面微硬，炸好了。烹饪技巧，南瓜不能蒸得太久，熟了就可以，硬一点下锅炸就软了，太久就会太软，水分也就太多了，会有很多粉菜能吸干，那样就吃不出南瓜的味道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